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大慈大悲刘台长。我想问我的儿子，他是属兔的，2011年。你的哥哥？我的孩子。你的孩子。对。二零几几年啊？2011年。2010年属什么？属兔。哎呀，哎呀，这个出问题了，听得懂吗？懂。脑子啊，而且骨骼啊，关节啊，都出问题了。脑神经出问题了。台长说对不对啊？对。我告诉你，你现在要好好给他念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现在他身上有一个很厉害的一个灵性，这个灵性整天扑在他身上，所以他整天就觉得浑身关节没骨头一样，对不对啊？对。这个灵性你要先给他念78章小房子，然后每天给他念心经念21遍，礼佛念3遍，好不好？可以。他到现在呢还不能坐得稳，对，跑路也是跑不开。你想想看，一个大灵性附在他的身上，他怎么坐得稳啊？听得懂吗？而且我可以告诉你，不但坐不稳，这个灵性经常不让他讲话，所以他话都讲不清楚。啊，对啊，他很多表情啊，其实但是很多，看见了吗？讲不出来。看见了吗？现在明白吗？明白。台长让他讲一句话呢。谢谢。他会讲国语吗？他不大会说话。不大。我想请卢台长可以帮他加持吗？哎，一天到晚叫我加持。因为之前 你自己念经了没有啊？有啊。啊？有啊。啊。因为之前也是有问过啊，就是怕他过不到40岁。因为他讲如果过到40岁呢就会起来。台长给他看过图腾，说他过不了40岁的，对吧？过了40岁就会好，就会好了。如果不，那你现在小房子给他念多少张了？有整百多。100多啊？对。还是太少啊？明白吗？好，那我现在只能叫他灵性暂时离开他，离开他之后呢，你答应他，大概要慢慢念，大概是先是要600张，不停的要念，念很多。那么现在我给他加持一下，叫灵性走开，他呢现在不压住他了，你现在可以慢慢的轻轻把他放下来。你慢慢的轻轻放下来，扶着他，他会可以站一会儿的，好吧？等等啊，好孩子啊，好，等等啊，一点点来啊，你们大家看着啊，好，把他衣服拉下来啊，好，看着爷爷啊，还看着爷爷，好，头，好，好。先不要动啊，先不要动啊。好，等等啊，来，小朋友，叫什么名字啊？他叫？喂，杨。雷。叫什么名字啊？杨。两。杨。杨。喜气洋洋的杨。杨。杨，好。等等啊，好，1、2、3，好，头抬起来，头，看见了吗？刚刚头全部随着的，现在看到了吗？好，很好了，可以了，好了，他现在看见了吗？让他慢慢的，好，我跟你讲啊。我跟你讲，长期的压住他，他现在根本站不起来，骨头啊全部是松软的。你现在，我现在刚刚叫他头盖骨这里竖起来，然后身体才慢慢能够站起来。你现在先不停地给他念许愿，我
我都看了，我都不敢讲。你知道这个灵性要多少张吗？这是我从来没有碰到过的灵性。你知道要多少张吗？你们猜猜看，6000张。你想想看，这个灵性多厉害，不肯走啊！听得懂了吗？所以你好好念吧，否则，哎，我都不知道怎么讲了，好吧？而且你自己要记住，你们家族里边有杀业。家族啊，听得懂吗？家族里边啊，有人做杀业的，钓鱼啊，或者卖鱼啊，或者做饭馆呐、啊，啊，或者杀鸡啊、杀鸭，杀的很多，听得懂吗？哎，好好念吧。不好意思，我想问一下，他会改次会正常，会好像别的。我看看他这次4岁能不能过去？几几年属什么？2011年属兔。好了，到8岁没问题了，一点点生的没有办法。但是他可以正常嘛？正常好像别的小孩子读书那些。好了，不要贪了。6000张小房子念了差不多，你看看孩子正常不正常？听得懂了吗？嗯，哎，业障不知道还的，真的。